他光兴奋了，一说给他好上一中午饭没吃都跑来了。我不能空手去，我这一激动都忘了，我吃上胖不拿东西，我上回又拍的玉米，东北的玉米可以回去给老家的叔叔吃。刚哥的朋友钓了几条比较稀有的鱼，说送给他养着，听到有这种事儿，可把刚哥激动坏了。是你家吧？你被开窗门了。我伟大。他钓的鱼在他妈家养着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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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。好。拿玉米给人家快鱼啊。哎，红了的咱就挂。这个啊。哎，这个也没变颜色嘛？哎，这一天是没变颜色。你爸爸让你给扔吗？他已经扯好几个了。扯好几个。我把老子大的，老子小的，都全拿着，我一个不要。你不养？我不养了。你全都拿走，我。哎，第一次见这种活体的红纹鳜。红玫瑰。红纹。红色的花纹鳜鱼。红纹鳜。哟。喝好吧。喝好了。搬走了一下。啊，好好，满足他。拿两桶来的还，来，黑猫，拿下来，是吧？你说到了给你吃了啊？好了，那走吧，走，拜拜，拜拜。不是我的鱼缸吗？是的呀、啊，这老板比你心还急还快。跑这么快吗？还没回家就去市场买了个鱼缸，这老板比刚哥还快。我的鱼还活了，这刚买回来的鱼不活了。正沉吗？是吧？是。哦、啊。他平要呢。我有块木头，我得泡泡，一会放里面，拿水冲一冲。这木头多少钱买的？我跟你说，这木头赶上肉贵，特别沉，15块钱一斤。是一个木头给啥子贵吗？哎，木质不一样，这个木头是沉水的。嗯，这回来帮忙了。泡泡捣鼓你鱼了。走了。干嘛呢？我玩玩，我让你玩玩，来，我给你打开，来，打开了，看吧，来，我打开，你看看，里面有鱼，你就把它干了，吃吧，没事，吃吧。咋了？咬咬咬，上咬。让他把鱼吃了，他不敢，直接进去帮忙去了。看他这么大个头，送货的师傅都不敢开工了。得了，你往后点，什么都是你的。挨了顿批才灰溜溜的出来。天要早了，不用打滚，起来。辛苦了师傅。好好，走吧，好走吧。哎呀，这回收拾收拾吧，收拾好了放鱼，差着一根木头了啊。哎呦，是有一打灯，好看了。好看吗？大家这回知道为啥我们叫小鱼儿了吧？看看鱼缸，刚哥钓鱼工具。试鱼刚刚都喜欢，钓鱼、摸鱼，还有什么吃鱼、做鱼、养鱼。进去吧，好看吗？嗯，哎，1、2、3条，好看不好看？等了，等他不在家，咱俩把他逮出来炖吃了。这鱼不能吃啊，这鱼能看，只能看不能吃的了。